走。你别走不输啦、哦、有知众生于路痴时、哦、做种种罪，也一夜出时呢复行、哦、学道，路夜不痴、啊、则不做罪，虽因日夜、啊哦、令其做罪，然其日夜、啊、时不得罪、哦、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哦。那里头出来吼、哦，伊就拢做足济迄个哦，为非作歹啦，去做足济唔好诶。啊，即卖个拿出来吼、哦，就去做迄个小偷强盗。啊，即卖你个拢无出来，又拢未做啦，歹事拢未做。啊，伊拢把这个罪吼、哦，拢推给陆业。陆业敢有去做这罪？无啦，你家己咧未清醒诶吼、哦，自己啊不清醒。大王如王宫中呢、哦、常是赌羊、哦、心出无忌啊，允而一护，独生忌心哦，跟那王宫来的啊，不时拢命令讲哦，哦，台地都有哦，啊，你咧画台地都有，拢无惊，啊，那哦，为父王哦，就会有哦那个害怕的心哦，虽富人婿啊，哦，这个真悲差别哦，保命未死啊。二句无语、哦、说那个畜生呢他也是要他的命、啊欸、我们人也是一样、哦、心情无惧啊、哦、一护先王呢、哦、生呢重忧苦，大王世间之人啊、哦、是爱呢同仆不得自在，为爱呢所死而行杀害，设有果报呢、哦、乃是爱罪、哦、王不自在呢当有何咎哦、大王譬如涅槃非有非无而亦是有，杀亦如是啊、哦、虽非有无而亦是有，惭愧之人、哦、则为非有，无惭愧者呢则为非无，受果报者啊、哦、明知为有，空见之人呢、哦、则为非有，有见之之、哦、则为非无哦、有见之人、哦、有见者啊，亦、哦、名为有，何以故？有见者得果报故，无有见者啊，则无果报。常见之人则为非有、哦、常无见者呢，则为非无。常常见者呢，不得为无，何以故？哦、常常见者啊，有恶业果、哦、故。哦，是故常常见者啊，不得为无，是亦故啊，虽非有无，而亦是有。哦，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看佛说，我们能哦努力研究、哦，会被佛搞混了。大王，无众生者啊，名出入席，断出入席啊，哦，故名为沙。哦，知佛随俗啊，哦，亦说为沙。大王色是无常、哦、色是因缘亦是无常，从无常因、哦、生色啊允而常，乃至是啊、哦、是无常、哦、色是因缘亦是无常，从无常因啊生色允而常、哦、以无常故苦、哦、以苦啊故空、哦、以空故啊无我、哦、若是无常苦空无我，为何所杀？杀无常者、哦、得常涅槃、哦、杀苦得乐，杀空得实，杀以无我而得真我、哦、大王若杀无常苦空无我者，则以我统、哦、所以、啊、就跟你二十四说，你如果把无常杀掉，把苦空杀掉、哦啊、就变跟我同样啦，哦、我欲杀你、哦、杀以无常无空无我、哦、不入地狱、啊、引何、哦、如引何入、哦、所以、啊、佛就讲、哦、这个都跟我们凡尘、哦、所知道的不一样，而十二十四王、哦、如我所说，观色乃是事、哦、观事做是观矣、啊哦、即白佛言，世尊、哦、我今始知啊哦、色是无常，
乃至啊事啊是无常，我本肉能如是知责，则不作罪。哦，世尊，我哦习成文啊，知佛世尊常为众生呢而做父母。哦，虽闻是矣啊，犹未审定，今则定之啊。哦，世尊，我亦成文哦，须弥山王四宝啊所成，所谓金银琉璃玻璃。哦，这个玻璃跟我现在玻璃不一样。哦，若有众鸟随手疾处啊，哦，则同其色。虽闻是语啊，亦不审定。哦，我今来自啊，哦，佛须弥山，则以同色，以同色者啊，则是知华无常、苦空、无我。哦，世尊，我见世间呢，从依然子生依然树。哦，这个依然呢，就是哦，臭味啊，好像死尸啦，那么臭。哦，不见依然哦，胜旃檀树，旃檀呢，哦，其香优美。我今始见啊，从依然子生旃檀树，依然子呢，我身是。哦，旃檀树者啊，即是我心。哦，无根性呢，哦，这个无根呢，哦，不知不生。哦，不灭真心佛性啊，无根。哦，这个性呢，哦，无根者我痴不知，恭敬如来不信哦法身哦是名无根。世尊，我若不遇啊如来世尊，当以无量阿僧比劫在大地狱啊哦受无量苦。我今有幸得见如来。以是见佛所得功德，悉坏众生所有一切烦恼恶心。哦，最哦这个好的这一段，哎，就是哦，哎，当以无量哦这个恶僧比劫在大地狱受无量苦。那么哦，我今啊有幸得见如来，哦，以是见佛哦所得的功德啊，哦，悉坏众生所有一切烦恼恶心，哦，都把。这个众生的烦恼恶心啊，哦，都破坏。佛言道啊，善哉善哉，我今呢知汝必能破坏啊众生的恶心，哦，众生的恶心啊可以破坏。哎，我们大概众生呢，哦，这个恶心啊没有破坏，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还当众生。世尊，哦，若我审能破坏众生是恶心者，使我常在啊阿鼻地狱。无量劫中为之众生受大苦恼，不以为苦。哦，这个发心很大哦。哦，已经嘛在阿鼻地狱无量劫哦，为之众生受大苦恼，不以为苦哦。哦，尔时呢，哦，摩揭陀国无量人民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哦，以如是等无量人民发大心故啊，阿舍世王所有重罪啊。哦，积德为薄，王及夫人、富公才女，哦，皆悉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二十四王，哦，以七婆言，哦，七婆，我今未死啊，以得天身，舍以短命啊，而得长命；舍无常身啊，而得长身。令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哦，即是天身。长命哦，长生，即是一切呢，知佛弟子哦，得此法者，胜过众几十亿的彩卷呐、啊！哦，永嘉大师正道歌言，一句了然超百亿呀、啊！哦，万两黄金一消得，粉身碎骨啊，为子丑。哦，真的就是这样。哦，这个比咧有迄个几十亿拢较好。那么说是语语啊，哦，即以种种宝幡，哦，宝船幡盖，哦，这个香花璎珞微妙，哦，伎乐而供养佛，故以寄颂而赞叹言，哦，实以甚微妙，哦，善巧于具喻，哦，甚深秘密藏，为众呢故显示所有广博也。哦，这个啊，佛讲的哦，就是实语哦，非常的微妙哦，很善巧哦，
在每一句的意里面啊，也都能够呢啊，使我们去了解啊，哦那个真理，哦又很深，哦密呀、啊，哦这个宝贝，哦秘密呀、啊，这个如来藏，哦为众啊，哦然后显示出来，哦所有的广博，哦这一些语言，让你众生开眼界啊，哦心胸跟着宽广，哦为众啊不累说。哦，为了众生呢，简略的来讲，哦，具足啊，如是语，哦，善人啊，了众生，哎，众生的病啊，都能够疗治，哦，若有知众生呢，得闻是语者，哦，听到呢是一些话，哦，若信啊，即不信，定知呢是佛说，知佛常软语，哦，为众呢故出，哦，说诸啊。出说及软言、哦、皆归第一义、哦、是故我今则、哦、归一以是真如来语、啊、一位犹如大海水、哦、不管河流、啊哦、大流小流、哎、都流到大海流进大海都同一个位都咸咸是名、啊、第一义、哦、故呢无欲语哦，那个没有欲语的话不讲。如来经所说啊，种种无量法，哦，男女大小闻啊，同后啊，第一义，哦，就是究竟了义，哦，无因啊，亦无果，无生呢，亦无灭，哦，就是啊，大涅槃，哦，是名大涅槃。闻者呢，破知觉，如来为一切呢，常作慈父母，当知呢，知众生。皆是呢如来子、哦、世尊大慈悲为众呢修苦恨、哦、修苦行、哦、如人找鬼魅狂乱呢多所作我今得见佛、哦、所得呢三业善、哦、那个三业就是身口意、啊、我们的身体嘴巴、哦、跟意念三业、啊、多善、哦、愿以此功德啊回向无上道我今所供养佛法及众生、哦、愿以此功德三宝常在、哦、世我今所应获种种之功德愿以此破坏众生的四种魔、哦、烦恼魔欲魔死魔跟呢、哦、那个天魔、哦、四种魔、哦、我欲啊恶之事造作呢三十罪，今以佛前悔啊，哦就能够忏悔，哦厌后呢更莫造，哎不能再造哦这个罪业，厌知众生等啊，哦悉发菩提心，哦细心呢常思念，哦十方一切佛，哎所有哦天地之间的佛，哦护愿啊知众生永破呢知烦恼。哦，了了啊，见佛性，哦，犹如呢闻思等，哦啊，这个回向，哦，把所修的功德作为觉悟的业因，哦，叫菩提回向，把所修的功德，哦，施向众生，众生回向，把所修的功德，哦，转向平等之理，哦，实际回向。哦、认识的一切善行、哦、皆真如法相、哦、显现、哦、所有的善行呢全部都是真如法、哦、真如法相呢这个显现那么尔时啊世尊、哦、赞阿世世王、哦、善哉善哉若有人能发菩提心当知世人则为庄严、哦、知佛大众哦、大王如其、哦、意以毗婆尸佛、哦、这个庄严解的第九十八位佛毗婆尸佛我们现在是贤觉啦、哦、到、哦、弥勒子师、啊哦、第五位、哦、那往前、啊哦、就是庄严觉、哦、那庄严觉呢、哦、一样有、啊、这个、哦、一千位佛哎，这个或许哦，可能写998哦位佛啦，哦不是第98，是998哦。
所以庄严觉得、哦、那个地、哦、山、哦、出发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从事以来、哦、自我出世，那么其中经历庄严觉第999位、哦、名失去、哦、佛、哦、第1000位啊哦，毗舍哦，夫佛，居贤劫啊，第一位哦，居留生佛，第二位呢哦，居那含摩尼佛，第三位啊哦，迦摄佛，第四位呢释迦摩尼佛，哦，第五位啊我们弥勒祖师，以及中间呐、啊、未成斗已啊地狱受苦，他大王当知啊菩提之心呢，哪有如是啊无量的果报？哦、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菩提之心、啊哦、有这么好、哦、无量的果报、哦、大王从今以往、哦、常当的勤修菩提之心，所以啊没有成佛没关系啦、哦、都能够呢、哦、在个善的、欸、那个果报当中、哦、所以故从事因缘当得消灭、啊哦、无量的恶果。